总计打20个币啊，谁赢一币谁拿100分。那现在一提大表哥对战何时，这场抢分大战开始了。百合哲近身想跳，但是大表哥防住，但是何时再次偷到下盘机会，谢峰抓一个重拳猛弹 ES 蓝狗手机加一个葵花接血印倒地叠加，现在八神通过自己的努力又把珍妮特的血量给他打到了还有一个多一点体力了。你觉得这一把谁能获胜，兄弟们？下中脚九五忘了，下中脚八神下中脚能不能对空啊，但是96是可以的。来看看 ET 大表哥对战河池的八神，下盘再次被大表哥偷到了，河池的八神危险了，对方要不要带大招？带了，果然带了，不带大招打不死河池，必须要带这个一气超杀。好了，继续来看这场对决，来的 ET 大表哥对战河池，加油！有有有，能不能压制成功？五 ，CD 却反，距离也没跟上去，断招了。洛克是不是准备要出当身呢？嚯！大表哥拿下了洛克。OK， 看来库拉小命危险了，保不住了。原地小跳，一个重腿。ES 龙追飞，继续走。何池身上有足够的气啊！大表哥这里要中顶点超必杀了，又是一通用老拳。哎呀，打不死，关灯杀，我就说打不死嘛，对不对？这伤害是有数的，抓紫灵头，也到了进攻，升龙取消，再次接反拳取消，头身后还想抓，还想抓，好了，继续开始。一提大表哥没有换人，继续选择珍妮特做自己的首发对战白衣八神。八神堵了一个升龙，哦，却反升龙，跑抓谢峰，这有点任性，这不是97啊，兄弟，他有点97吗？继续来看本场比赛，那也不能现在换呢，现在换对不对？丹哥挣钱了呀，兄弟，你光考虑，你不考虑老二，老二现在是职业玩家，他要考虑先赚钱呢，换他也要吃饭呢。花拉针现在他不熟啊，打得不好。哎呀，大表哥，大表哥完了，完了，保不住了，背后这次血被对方磨死，玩的就是心跳啊，六刀，大王进攻 AB 取消，摆摇拳进板边再次偷，哇，何池真的非常果敢，起身堵升龙，大跳出成功，但是对方出下拳拳给他点开，重拳再接摆摇手，现在何池抢了一个一眼升龙，大表哥不敢乱动了。完了，大表哥又被何时敲住 ，ES 的反摇手直接升龙带超杀。
进。